欢迎你好，小哥好，小哥好。啊，今天请到你，真光荣呢。啊，干嘛？台挑呢，台柱。哎呦，你对啊，你介绍吼，我容易惊到。你唔来讲个，咱隔壁台迄条龙挑吼。我刚才你是讲台挑，唔系讲天挑。台柱了，你也知啊？你们那个团体，你缺少你哦。刚才讲很好的一道菜。欠着迄个环境嘛，你知道嗎？是啊，欠几笔都袂使。哎呦，这嫌啊久吼，你一家己不就出嫌的啦？我直接架杠，这是辣妹，你知无？正经不是咧臭，刚刚镜头你有看我？哦，安怎？常常都看你咧唱，跳钢走咧头前去看。嘿，今天穿紫色的，哎呦，显得安尼好食款啊，好食款啊。我平常时也都无好食款个，哎，然后这正干嘛是白泡幼咪咪，软心心 Q 爹爹咯。有影有影，皮肤特别的好啊，你。哎，等我你帮一下不要紧。哎呦，佫发毛你看。像毛毛啊，大家都毛毛。但是有的所在是公毛，但是有的所在公丘。哦，这样讲丘丘个。丘毛啦，这是喙丘，像要拍过有无？我两片喙丘。喙丘啊，这个丘呢？我的。这叫丘毛。哦，丘毛。对，这个是白白毛，这个白丘毛，白丘白毛。这头毛，白丘毛啦。啊，这卡毛。我起来了。多仔毛。多仔阿公毛，哇哇哇！多仔个卡最中呢，啊，那是啥？大腿毛，哦，大腿毛哟，大腿，哦，我还毛大腿毛啊。好啦，卖凹啊啦，你就是要弄个。无啦，你讲啥我听无，我都无理啊。哎呦，哎呦，哎呦，今天请到你无简单，你的戏啊，还有是你的爹舅啊，我们生活里常常看到的。哎呀，您这个很厉害的，我刚刚什么角色？被毕业的，小可爱，被毕业一下，就是悲伤一点，悲伤啊，悲伤的买当演啊，买当演啊，内心戏，内心戏也能演吗？内心戏啦，内心戏是。阿哥上，小卡安尼那个，小卡三八三八，三八三八，粗鼻啊粗鼻的，阿哥嘴哥嘴活泼活泼啦，真卡早起那爽水啊爽水，你嘛做了真好。是啊，是爽够大的啊。你是当时怎么磨的这么厉害呢？嗯，我觉得戏是可以磨的，以前也是笨笨的。对，我卡在歌星啊，我哦唱过餐厅、歌厅、酒店，阿哥有牛肉场。哦，拢把起过的。不，那还没有，就是到走到荧光幕之前的啊一些这个阶段的。对。嗯，我刚刚前面看你照片，还有一张是。有点比基尼的哦，对，我身材也是很好。对呀，我挤了好多层哦。谢了季，还谢了季，还是我都有一条高呢。没，阿都跟你讲硬挤了你。你哦，这是人讲，讲到这高，我才个想到。多一条高。人讲二头三翘一条高。哎呦，二头三翘一条高，过来。一年四件最重要。吃饼啊，过来！不给牛羊来吃草。哎呦！只给迄个和尚来洗头头头。哎呦！阁下我大概都没有团了，我来看一下。有团我当然我大过。嘿呀嘿呀！哎呀，很有意思呢。是啊。哎，舅母哈，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哈。大部分的新闻或什么都是一个团体在对，所以说颈椎病又干嘛赶快对你，有的时候觉得说对你个人的资料都很少。对，今天你来的好好问一下。是，我好你问，看你变哪问。哎，我要倒来问，徛来问，还是哭来问？在你瞧。我都倒掉的问。红菜花是倒位人呢？哎，我台南人。台南都是关市呢。台南市。台南市啊。是的。哦。三加里巴呀，有无？哦，三加里巴。他在三加里巴呀，我伫遐出事。哎呦，你点么出事呀？哦，我伫遐出事诶，毋是伫遐出代志。哦，真好料。嘿呀呀，即马无三甲你吧，即马拢伫小北啊。啊，叫一百岁都烧去啊。嘿呀嘿呀。哎呦，实在是。但是规划在小北那边蛮好的。哦，你他妈出事啊？嘿。哦，阿们主持人都刚刚讲到的，遐拢怎么讲夜市啦，就好吃啊，钱啊，台南的小吃真的是很好吃。最热闹就在那边。是啊，就老在就青草诶。啊，过来厝诶几个人呢？厝我一回都无妈妈。哎呦，我妈妈的贵姓啊？哦，讲是很多。一个爸爸，哈，一个爸爸，阿姐阿妈，阿妈，阿姐的哥哥，哦，阿小弟，无啊，无啊，罗阿娘，我到一个查甫查啊，呢，哎，简单四个人呢，哦，四个人哦，不是我，四个人呐，不是四个人嘛，那是一家四口的，对，那哥有娶无？我娶，哎，安尼都有第二代，哇，是，哎呀，这阿哥啊，刚才你一个野人的对，野林呐，野林。我今天还不给你。
嘿，我厝里那我一个艺人。对个，你讲快人快语，我都想要较紧嘞，结果拢抓袂准，艺人。艺人。大家是。艺人。慢慢来，没一定爱遐紧，安尼无好。安尼会破皮。对哦，今仔弄过个哦，我一个配瓜娘哦，哦一个特瓜娘伊。懂嘞，我话懂什么代志？嗯。高皮婆，高皮婆，你看你话厉害。看你话弄个六皮。高皮是话高。就是咩？是无简单的练步得啥嘞？我三比八个正杠的高杠腰嘞。阿哥，继续问。好。今天这个要不要到搭到这个电视线的时候，阿都问话久啊，差不多。我不能够久。啊，都改讲餐厅、歌厅吼，安尼唱嘛，古巴店安尼主持啊唱嘛，啊，我是无脱啦。哦好。因为前面的秀的对，我拢是唱头前啊，无得主持这部。今天要看在后边的对。嘿呀，我较早在古巴店主持嘛，够穿的呢，啥物仔又去的？王林就是我。哦，你刚才说王林啊？嘿咩嘿咩。啊，你讲话有印象有印象。结果我离开古巴店，我就改名。哦，啊你改。改王菜花啊，不是王菜花。对，你讲到这个阶段。观众有在长跑那些地方，他在我兴趣了，还记得？我一挂奥利桑对我挂棒的，哎呀，就是啊，我嘛提便当来头前，我也等看主持哦。冇几秒，为什么要头前这那无划人凉快一下？对，那种公鸡主持，那咱无疼。嗯，我讲无啦，拍死啦，我明天就拍垮，是不是？哎，哎，就唔加勉强。哎呀，我讲对吧？真的是拍垮，有较乌诶，真。哇，你好卡欧啦，规书都看不掉掉。系啊系啊系啊，够够啊，够够啊，系啊。啊，就古巴场吼，啊，就啊主持啊，餐厅就是歌厅唱唱唱，啊，去认识的方俊。哦，方大哥。方俊是我恩公哦，不是恩客哦。哇，这是讲这个，讲王彩华，这是真真的一种怎么讲，奋斗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啊，方俊，我去了电视台拍戏吼。嗯。就是我姐夫，我有我林太太做干姐姐，有我干姐夫，就是干脆就叫姐夫，就叫姐夫哦。那对我很好，非常照顾我。有没有创造什么呛死吗？啊，给他介绍到电视台。都介绍我去迄落做华西吼，录一出头一出的连续剧，叫做《温情倾诉海》啊，对对对。我来边演美丽歌诶。啊哈哈。嗯，那怎么办呢？前面的戏第一出戏就是接触的喜感呢，还是？对对对，就是很活泼的、很可爱的。他们觉得姐夫，他们那时候认为说我应该走那个什么歌地涵。哦，眼睛跟他一样，对，眼睛一双大眼睛，对对对对，有没有本土的歌地小迷糊那种感觉？哦哦哦哦，阿妈哥何杰这怂的名，那种叫歌地红，那我是歌地红，嘿，阿廖，那你恭敬跟他给，今天爱情，今天啊，那阵哦，歌地红，卡早，记得这导播吼，搞和这歌地红，哦，一共这样子。一定会红的，一定会红啦。嗯，啊，结果我录第一出呢，《恩情深似海》了。嗯，好，有人注意啊，有人注意了。嗯，但是注意了，我开始录第二出的歌戏，然后演啊，我也不要演歌戏。那突然间，我连续剧跳到歌戏，敢有法度？啊，就因为我太过嘴啊，手势安尼安尼，是啊，很恶嘛，很恶，连花这些，半路出家安尼，很恶安尼。我那看不出来。吼，安尼我都开始啊，结果，人就搁改名，搁改啊，王彩华。那是花西姐主管哦，就好的主管啊。伊讲，哎，感觉我这名爱改一下较好。改一下你也接受了，叫王彩华。啊，那时候改是改彩球的彩，嗯，然后那个中华民国的华。哦，卡掉了那。嘿，后来这个华现在有个木字旁。哎，本来是一支卡卡掉的啵，结果我改节目，和两支卡卡开在，开袂嘿。哦。哎呀，这样子说来取艺名还话中有话了，有意思的。是啊是啊，我想说那干脆不要全部都改，因为人家都已经知道王彩华。是是是。哎，表示有卡红几丝啦哈，我当然注意啊。哎呀，所以呢，你若搁改去，然后搁要接受你新的名，可能会就怕接受啊个一段时间。搁顶来。所以规矩字甲改过，哦，笔画较好，安尼就好啊。哦，安尼但是安尼刷落来，后面有没有开始跟着这个名字的预计一样，又被开始，又中途好像有没有停下来？无，搁继续落去。一旁风顺，所以我即摆搁想要改名。你挺干，愈改愈顺。我来讲笑啦。到尾后呢？有过来是开始是电视上，后来就在有台怎么发展的这么好？哦，对，有个杜德公司要碰过哟。我头前是先等着朱大哥，诸葛亮。哦。啊，然后就在不嫌弃，他就拉我一把，就在他旁边这样巡回的全省表演。哎，请朱启这波料就跟他巡回的表演啊嘞。嗯嗯嗯。哎，对我也蛮照顾的，朱大哥这样。啊，然后后来就又碰到我碰过。
啊，又过来啊！阮师傅，我搁拄着一个，嘿，嘛是我恩公，嘿，嘛是安尼吼，甲我一路上安尼甲我照顾，啊个等着我身边的一些大哥拢对我足好诶啦，安迪哥啦，吼，毋是安太岁哦，安迪哥，恩公对我，安迪哥，啊个黄西田黄大哥，哎呦，对我很照顾啊，真的是蛮顺利的，是啊，这几个人在演艺圈里面都很有耐心的，嗯。真有耐心，提拔很多人。我你讲新人，你若讲个对袂到，有当时有人着急的，啊，这啊，戆啊，都安尼无予人机会。是啊，这几个人都蛮有耐心的。对，而且都很有度量，可以尽量让你发挥，发挥，还会教你怎么演。嗯，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是是，这么客气，你也是聪明伶俐的，才有办法。啊，没有啦，稍微点一下，你就知影呢。稍微搞点一下，我就感觉。哇，马上。我就知影讲要安怎演，迄个感觉就出来。重点甲点了，你就知影。是的，是，我还记得以前看到王彩华在台中联美歌厅。哦，台中联美歌厅，你那时候好红哦，你都是压轴的，我拢唱第一嘞，我头前嗨嗨摇一摇我就进去了。第一首歌穿了大礼服，第二首就很凉快了，哎，对，就脱掉了。那个时候你怎么讲？没有知名度，是啊，总是要让观众有一点看头。对对对，我记得，因为你还是喜欢金黄色的。哎，是啊，你今天脖子上掉了一条这个金黄色这个，那时候当天我还记得看到你。有什么有种轻轻欢喜没来去又回，我一看，哎，这个女的唱的不错，探头一看就是你。第二首我是蛮辛苦的，照来讲唱歌为什么穿那么凉快，都不花抖音挡住那不花，一脱下来也是金黄色的三点式，订了很多亮片，对，看来都好假款好假款，后来应有尽有，虽然小了一点，但是身材是很均匀。想到你不去中国被搞怕。哎呦，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不要说我在看。你看我小，看不起我，说你不搞怕，看我小就不搞怕。歌厅后台总会有一些人维视嘛。是啊。去当中那放票，放个假嘴，就是外面什么放票嘛。嗯。所以黑狼也要有一点在栽地，也要有一点地头的那种，对吧？混量。混量，甲一寡迄个了解江湖，那怎卖安尼讲都了解。哦。小块有一点凶，有一点地。但是你在他面前穿来穿去，我都看到哇，就穿那看到，哎呦，这旧头前黑啊，哇，身材真好啊那样。哎，在那段岁月中啊，对呀，你也知道这么多眼睛虎视眈眈。对呀对呀，我也好担心。那时候我还看到说，哎，这查囡啊，说不定没瓦固，我们就要称他嫂啊，还可以用爬起。你都哪有啊，无啦。那兄弟的太太拢来叫我嫂啊，你好。结果呢，拢无用爬起。不。就是上下班安尼啊，对啊，哦、我爸爸拢对调是上家搞拍啊，对，伯父常常上下班来接你，是啊，嗯，那这么、啊、那这么说到今天有这个成就，还是真的自己奋斗出来的，那当然啊，哇，不简单，我这个人绝对不会说为了要去争取什么，然后不择手段啊，达到那个目的，我不会，我就笨笨的，人叫我去演我就去演，人叫我唱我就去唱，人叫我谈我就去谈，所以现在，你是咧叫咧叫安怎？我去探钱，去关我就去谈呗。嗯，而且所以他这混到今天，保证是很纯洁的。对，今天还带了医生证明啊，现在提出来，然后吸就好了。没有啦，我早就不是了啦。我们啥跟他没事，他讲我来给他圆回来。不是，是因为我这边卡卡打架，多哇哇到底迄个甘蔗红来的。不是，我今年是卡卡打架不？哦，安尼哦。骑脚踏车，以前因为以前，哎，我这个没有讲。哦，因为脚踏车以前比较高嘛，比较高，然后爱哦，然后不是伊脚踏车悬嘛，下跪，啊，中间有一支有无？哦，对，怀对，啊，因为那时候还小啊，那国小，主要落落去啊，不是，对，脚阁无够长，啊，车阁大台，啊，你才从迄坑内底都是，不是，你咧骑的时阵无说你要啥物咧哭啦，无说你总一脚就先落来啊，哎呦，就惨叫一声是吧？所以阿伯莫骑伊路卡达车，但你伊路锻炼时阵给他用，哇呼啊！我咧做寡戏啊！哎妈，我袂讲啦，我这宣传出我以后变假人啊！我来假卡达车咯！现在听你唱歌，我这个情况还不容易的呢。哎呦！我给他烧香呢，你烧香啊？嘿呀，前几天有一股寒流侵袭了我，我就这样子，咽喉就发炎了。刚才好像不是这样讲，咽喉发炎。嗯，就那个喉咙的中间有一条，有没有音啊？啊，你们公司。
就发炎了，所以比较没有声音。我等一下去打针呢。哦，你是不是这样讲的？咽喉啊，我都跟你讲的不一样。我在颈部嘛，我姐，最近怎么又磨香啊？对不起，子宫颈癌。此颈非彼颈。我是不是奇怪你的颈怎么跟长得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听你唱歌还不容易了。哎呦，对不对？这歌唱出来，你都要给表演起来。我拄只唱有烧声无哈？不会不会，没。这是你的旧妆。没没，你看你的旧妆。谈不上说多么要用很精致了，但是安内无搞啊，无搞无搞啊，你青蛙的轻轻松松，你还会想要摇摆一下也不错。对呀，这个屁股好大。嗯，不会不会不会，嗯，这个算大。对呀。嗯，不会不会。你怎么好色哦？这样看我。那有的人嫌屁股大，其实腰如果再细一点就看得出来，也可以说腰可以再细。哎，腰我24而已呢。24啊？你多少？42哈？哇，对对，我们真的是，而且又讲准呢。你常常量男人的腰部。我哪有那么厉害？为什么？是叫了，怎样四十二？这两这个。是，我都在利息，我讲多变，我凊彩讲四十二，真是四十二。啊，真是，你那家里还好，所以有当时也蛮好，还是爱减肥啦，对对对对，但是你看起来身材没讲减肥啊。好，你好，西装大领啦。因为你可西装大领，你那头来应该穿一支骨领啦。啊。我不会说什么蘑菇的，我的就是公司嘛。要听你带来一首这个曾经作秀的岁月，他什么歌都学了，高语的、台语的、日语的嘛。有当时有一个人客，譬如讲帕普啦哈，你不能帕普也是要唱唱吧。所以今天来回味一下说，爱你入骨哟。好，你妈你还是的。啊，三段的歌词你也会记啊？哦，唔免咱今天唱两段咯。两段都够呀。我平常时用唱三段，但是今天恁的时间有够，咱唱两段啦。安尼好，哦，是讲拉拉真好的对。很华丽的范。安尼好，歌曲是讲点缀的对。点缀的。啊，来回味一下，点到重点就好。是的。马上都尴尬。你唱的好投入啊，这个歌也相当的优美。至今来讲啊，这个有好音响的人啊，如果没收到他这张专辑的歌曲或者他精选集啊，那真的是音响都是无法发挥出来，不好收，哎，难唱是吧？嗯，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要收到这个专辑还不容易了呢。对，因为我就是之前的最早先的公司是帮我出过四张唱片，但是他后来已经就是不了了之，转应该怎么说？合并是不是？对对对啊，对的，有的时候是变得无踪无影，要再找到的 mark 不容易了，不容易。但是这个，因为这首歌啊，在一直到奠定了歌坛至今的，在人们心目中的一种觉得唯美跟美声，跟一种唱歌啊沙沙哑哑的，但是唱出来的歌确实怎么讲，可以如泣如诉哎。也可以这样来形容你的歌曲。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唱歌很像气功啊。哎，对对对，对不对？它就是它没有气，没有断掉，但是音还在那边，还带带一丝一丝到那边，又开始又。对。然后我觉得自己唱的人也很舒服，感觉很好。是，就想请教你，有没有受过在学生时代就可能很早就有这种声乐训练吧？有，而且更早一点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很爱唱歌，我大概差不多不到两岁哈，是因为我妈妈她我常常不睡觉，就婴儿的时候，然后她就会唱儿歌给我听，所以我还不会讲话，或是还是才刚学会讲话那段时间，就已经会唱很多很多儿歌哦，就常常教唱这样，对对，你唱就记得了，对我就会记得。然后后来小学的时候，二年级开始我就参加合唱团，那合唱团其实奠定了一点发声的基础。因为每一个礼拜要上两次课，是，然后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练习发声。小哥有没有练过发声？这个我们可能你有没有练过？没有，当然我们年龄还有一点差距啊。我们那个时候倒还没有这么注重唱游客，当然也会摆一台风琴在那边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唱的歌就是儿歌了，都可以，不能有的动作老师教了。那时候就有那造飞机总有吧，对，有点没有。我出道一下有一些年份了，现在年轻人可能就讲究包装了啊，要像什么什么蔡依林他们只要漂亮 Q 啊可爱啊，像我们那个时候都真的要有一点唱功的，但你还是比我小很多了啊，是，但是这个基础实在太好，所以那个歌不是普通。
人可以，这是个没有底子是唱不出来的。不过说真的，我因为太喜欢唱歌，然后也喜欢好的歌曲啊，好的音乐，所以做很多的唱片的时候，因为后来我自己几乎我自己的唱片都是自己参与制作或者自己制作，那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觉得好的歌要隽永，就是曲子本身跟词本身都要是非常的好，然后这样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把它压成一张唱片，然后不会说半年一年以后就觉得不想听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蛮好的。是，真的是这个时下的唱片公司啊，他们就刚刚讲，从新台币啊，从这个营运上面去着手，像也如果保留一些空间想法，也做一些这一类的哈，那真的是没有时间的这个间隔，对，那才是怎么讲，对时代来讲，或者是好歌好曲啊，有一点交代啊。如果全部都在这种啊，就是只在一年半年内，以这个唱片冲起来最快的这几个月里面，以这样来做出发，那是真的很可惜，都是很口白化的东西。我想对观众朋友来讲，真的很可惜。是是是，就是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音乐，很多的流行歌曲吧，都比较没有照顾到大概30岁以上的朋友哦，因为我觉得每一段年龄的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历练、不同的情感的时候，我们喜欢听的东西、在讲述的东西、能够有共鸣的东西是不一样。其实像你讲的一个成熟的、已经在就业的人，下了班有的时候，其实很苦闷哎，所以变成大家好像只能听所谓的很老的老歌，因为好像那样子因为那些歌真的能留到现在很隽永。是是是。但是我真的好希望更多人可以投入，然后写出更好听的东西。是是是，像我觉得真正会听歌的人会听抒情歌，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啊，马上就放慢下来，然后呢。你可以融合在词曲中，可以闭上眼睛，这你的这个思路可以随着这个旋律可以起飞，就像你接下来带来这首歌，你台语歌想不到出的台语歌到这个出的并不多啊，两张，只有两张啊，对，这其中这一首就是相当的红，就是要介绍给我们的《天上听一定的鬼牛》啊，对，又是有他那种独特的那种美声声乐唯美派的唱法，舒服真的，尤其你后面那个假音，的感觉好轻松啊。眼睛稍微闭一下就上去了。其实小哥也有这样的轻功，对不对？这一类的歌我都不太敢尝试，只有传歌的那个最后一句，有用到你刚刚那个唱法，好好听。那个地方，真音转假音。是是是，哎呀，说到你们徐家姐妹啊，也是都很有音乐这个造诣的。妹妹林景莹，对对，我们家的艺术细胞有没有这个渊源自父母啊？他们有没有喜欢这些音乐？应该有一点，也是有一点。对，因为我父亲他最早期台湾，那时候刚开始有电视吧，他那时候算是有一个演唱的团体叫天韵歌声。我想非常久之前，天韵歌声，对对对，然后就是几男几女，然后他们唱很多的圣歌，圣歌，那我都看到了，对对对，那时候就陈莎莉他们，就是他们少女的时代，他们晶晶的李慧慧，常常演刘颖珊阿姨，我跟你实在猜我几岁是吧？其实你平常好低调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声音真的好棒，真的。我觉得，对，我觉得您除了这个这样子的演唱的方式之外啊，如果说你可以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唱无伴奏的东西，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练一练。比方说无伴奏的东西，可能是三男三女啊，或者是四个人啊什么的，练起来会非常好听。是是是，除了低调还很单调，这样好可惜哦。真的有的时候可以跟你们随着你们一些活动啊，脚步跨出来。不然我以前常想，如果我有一些这种觉得自己生活除了声音的工作以外还能使用的地方，大概会像一些年长的，譬如说安养院啊，对，或者是一些这个疗养院啊，或者什么，我可以唱一些就是唱那一类的，譬如说怀旧歌啊，让一些长者，让他们觉得很舒服，没错，还可以去育幼院都可以，对对对，就把我们刚学的歌搬出来，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可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赋了，就说有一个这样的特色，好像变成我在说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上天，我们要感谢上天，所以我常常觉得要把歌声
要把好听的东西要带给一些不同的人，而且不是为了宣传，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因为是上天给予的，所以应该要带给大家。这真的是我们生命中啊，在跟群众生活在这种繁忙的社会里，我们都忘了，总以为人生追求的就是赢或是输啊，不然就是追求的是富裕还是说小康，或是不满足啊，其实这都错了。有的时候讲到就是我们怎么发挥到生命中的一些可以用到的地方。对，我觉得尤其因为最近好像大家都知道嘛，就说啊，有说到现在经济比较好像比较不景气，有点低潮，那很多人都在喊可能失业了，那真的是希望各位朋友在失业的时候千万怎么说，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一个转进吧，会让自己思考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会激发你的求生的本能，然后可以做一些你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哎呦，听你的口吻，您是什么教？没有，这不是，这是我自己生活的经验。待会儿唱完了，下面还有一些不嫌弃的话，我的休息室里还有一些这个香片啊，喝茶再来干一干。好，有空常来我们节目中嘛。你的歌岂止这个今天这两三首啊，其实很多好歌从你嘴里唱出来，格外的有特色。谢谢。